我取包裹的假名叫做，今天泄露出去之后，我应该换个名字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谢盈萱，我现在要挑战 Ask Me Anything，Yeah，Anything。想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？ISFP 吧，探险者。对，应该是。有没有特别欣赏及想合作的国际艺人？非常的多，那我今天就挑一个来讲，就 Olivia Colman。最近在追的剧《漫长的季节》，好看。分享一个你的小秘密，我取包裹的假名叫做唐美菊，唐就是唐，美丽的菊花。今天泄露出去之后，我应该换个名字了。工作和私人的生活，我还在找那个平衡，如何找到充电的方式，就是追剧或者是没有意义的滑手机。还想挑战什么角色？因为最近我们有一个剧集叫做《影后》，准备要开播了。那个时候，其实我自告奋勇跟严艺文说，我想挑战演妆法师，可惜没有。这次在影后中饰演经纪人，会觉得女艺人真的特别难搞吗？超难搞的，去问问我经纪人。与景华合作有什么有趣的经验？有趣的经验超多，但是女艺人之间的秘密当然不能告诉你们。希望大家要看影后哦。OK， 问完了，再见，拜拜。